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激烈的枪战中，林秋燕用狙击步枪瞄准了青木，一个点射过去，青木应声而倒，随后重重的从对面楼上坠落地面。丁立业看到后大声惊呼，林秋燕他们听到打中的果真是罪恶累累的青木，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丁立业被青木的死刺激到了，他歇斯底里的命令自己的手下冲进去。此时汪远和邵志伟都负了伤，林秋燕让汪远去一楼找邵志伟，汪远拎着枪的胳膊已经淌血了，他下楼后才发现邵志伟被打中了腿，于是急忙搀扶他上到二楼。周志涛把林秋燕的请求发给重庆，处座被林秋燕的坚持所打动，于是就批准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他就动身赶往南京，见到了南京站的国江涛。国江涛介绍了他们掌握的1644部队的相关情况。周志涛问他有多人人可以投入战斗，国江涛回答有17人。周志涛算了算说，加上四天后赶来的林秋燕等人，才有22人投入战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了解到日本人对1644基地的防务力量。国江涛答应立即着手进行详细调查。出事了，出去。怎么了？敲门。啊，是。进来。什么事儿？是，刚接到报告，日本人和那个76号的丁立业带人前进了租界，在马斯南路那边和
和军统分子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打了多久？得有5、6分钟了吧？你怎么还不走？你这不是还没下命令呢吗？下什么命令？马斯南路那边。干嘛去？去找死啊！ 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出去！年轻气儿不需要，没事揣测上意。去。是。哎，我来。十分钟以后，过来叫我。咱们是得去摆摆姿势是吧？你英明。 见外了，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哥早安排了兄弟保护你，我接到通知就即刻赶来了。是我们太大意了。一定是阿山那里出了问题。阿山那儿不出问题，我们迟早也会出问题。怎么说？连这位大哥都知道我们在哪儿，他们迟早也会知道的。都说实话，受的伤有没有致命的？没事，小伤，没事。你怎么样？我没事。 咱们现在到底去哪儿？先去乡下的县城落个脚，大哥早安排好了。你说什么？青木君在此次行动中不幸牺牲了。那林秋燕他们人呢？抓到几个？击毙几个？我不太确定。 什么意思？他们应该是都被击中了，但是后来他们全都逃脱了，所以我不敢确定其中是否有被击毙的。你是说被他们全员逃脱了？是的。 正当我们做最后一击的时候，有人冲出来救走了他们。什么人？不太确定。我想应该是军统上海站的人。林秋叶，我就让你再多活几天。大佐阁下，我们在抓捕斯顿书店的军统分子时，该分子负隅顽抗，已被我们击毙。下去吧。是。 大通纺织厂没有什么异常。我决定明天袭击运钞车。怎么又突然决定袭击运钞车了？因为我要牵着藤原纪子走。
明白。你有明白什么了？你？我建议还是暂时在这休养一段时间吧。谢谢，但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什么时候行动？明天早上8点，进入伏击地点。是。是什么事？ 你袭击了影超车，他不就知道我们已经知道影超基地的位置了吗？对啊。什么意思？是该让他知道的时候。你是怕你的伤会影响明天的行动吧？屁话！我只是担心。明天的活让我们来吧。不可以。你怀疑我们的能力？不是。那我怀疑你们的能力。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有能力。你到底是什么人？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不是这位大哥出手，你还有机会在这说话吗？他已经出手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证明啊？我相信你，没有我，你一样能保护大家脱离险境。 那必须的，但是我的建议是最稳妥的。谢谢，客气了，不是。还有，不要打顾文生的主意，藤原纪子很可能会利用顾文生，给你们设下圈套。 明白了，幽香四溢啊。 还是那么准时啊，嗯，请坐。谢谢。还是那么漂亮，哎。 奇怪，你怎么会认识佐藤秀忠？在政府部门工作就是不一样，对什么都是一种审视的态度。别打岔，佐藤秀忠是做什么的，我心里很清楚。而你只是个学者，你们俩之间怎么会有交集？ 他想了解一些宋史方面的资料，于是就找到了我。通过几次简单的交谈呢，我觉得他认识你，果然不出所料，他还真就认识你。说吧，需要我帮你什么？果然还是那么直爽。确实有些事情需要你的帮忙，我正在做学士研究，有些资料呢。 只有上海档案馆才有，所以我就来了上海。来到这儿，我才知道上海档案馆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所以就又有些困难。这是困难吗？你来找我，不会只是为了进上海档案馆这么简单吧？就是这么简单。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反正不是你们的人。哦。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别想那么多嘛。如果说以后有些什么材料需要我来帮你论证的话，你也可以找我。我是做学术研究的。好啊，那我们是否可以彼此相互帮助分析了？好主意。 衣服都在这儿了，辛苦了。咱们明天晚上回上海。明天就走？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没没有。要不我今天先回上海找个落脚的地方。不用了，周长官曾经准备过我们的转移地点。想挺周到啊。 どうぞ。大佐閣下、運搬車が半時前奪われました。やはり林中屋に惑わされた。彼女は特に印刷基地の場所を知っていたの。林理恵に。 すぐにここに来るように。本部宮殿です。藤原紀子大佐が助手を我々から派遣してほしいと。手配しろ。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閣下。遠慮するな、紀子さん。藤原大佐、どうぞ。千葉君の作戦能力は高いんだが、私のもとだと発揮する機会がなくてな。 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佐藤閣下、いっぱいどうぞ。さあ、どうぞ。 国際閣下は帝国に尽くされた我々の鏡よ。その通りです。国際閣下の心残りは私が代わりに果たす。大佐閣下のお気持ちよくわかります。いいでしょう。
図の解読は絶対に諦めない。まだ顧問さんの協力が必要よ。わかりました。来一块。嗯，谢谢你。见外了不是？啊？您是中共的人吗？如果是，我能告诉你吗？那就是了呗。我要说不是呢？我不信。信不信由你，怎么说由我，对吧？那当然。我信任他们，但我不是。我信了。你们伤没事吧？您就放心吧，这点伤我没人当回事。好，说吧，需要我为您做什么？真的没有，就是想来谢谢你。那常来啊。我很感谢您的帮助，但我不希望您为我们担风险，我真的不希望牵连到你。这我是干什么？咱们怎么认识的？你忘了吧？啊，你们干的不就是我也要干的？话虽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是有组织的人。哎呦呦呦呦呦呦，瞧不起人呢是吧？哎，我绝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怕牵连到你。这不叫牵连，这叫做共同的使命。那您多保重，我走了。记住啊，凡事一定要求稳。放心吧，我明白。
讲究，周到，想的真是太周到。你真这么认为？是啊。你不过比我们早进来4分钟，这屋内如此一尘不染，你就没想过？ 已经晚了。啊！哪路的神仙，赶紧出来露个面！你举着枪，神仙能出来吗？是啊。有请周长官。啊。 还能怎么知道？肯定是您故意暗示的。我怎么暗示了？对不起，是我用词不准确。不是暗示，是你告诉我你在这等我们呢。我告诉你什么了？这是你离开马斯南路时带的手提箱，虽然它放在这里很自然，但你认为我会注意到。 而且，你应该是昨天就来这里等我们了。为什么说我昨天就来了呢？因为这间房里有一次饭菜的味道，应该是你昨天用餐后留下的。分析得很精准，来吧，大家坐。是不是阿山那里出了什么问题？ 阿山已经殉国。说说你们的情况吧。聞かせてちょうだい。 林中屋の次の行動は何かしら？なんとも言えないのか、言いたくないのか。なんとも言えません。言ってみなさい。我々が把握した情報ですと、林中屋のすべての行動はかなり直感的です。我々が予想できない行動をす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とても直感的ですから。 理性的な特殊訓練を受けた特務が時々直感的になるとしかもそれに主導されてしまうとそうですじゃあ彼女がダートン宝石工場を襲う可能性は理性的にも直感的にもありえないと言えるでしょうどうして私の間違いだといいえ違う方面から見ると必ず襲うとも言えます 彼女が上官のために工場を襲うということ。そうです。佐藤閣下から言われ、自分もその点は確実かと思います。彼女は必ず宝石工場を襲撃すると必ず。さすが大佐閣下、院長たちは夢にも思わないでしょうね。彼女の目標が。 彼女の墓場になると。あなたはまだ林中屋と関わっている。今回の待ち伏せ作戦に油断は禁物よ。肝に銘じておきます。行きなさい。はい。 谢谢。谢我什么？让林秋燕还活着。要谢的不是我。
是大家，明白我上次临走时交代的意义。我懂，但队伍都是两难的，是两难。但只要完成了肩负的任务。 不就心安了？明白。我们都是职业军人。我上次收到的任务是护送林家安全离开南京。可如今，林家只剩下一个林秋燕。我们虽然有责任在身，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保住林秋燕。 这是我的心结，明白。我定于今日回南京，先与国江涛会合。凤蝶等于第四日与我在南京会合。 很有可能不会将印钞机底继续安排在厂房，所以除了对厂房的排水取样，对任何具备空间的建筑物都要取样。明白，明白。取到水样后直接送到上海站。放心吧，咱们走。 報告。入って。範囲を5キロに拡大しました。しかし、ダートン宝石工場までの道には異常は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インチュヤンが。 諦めるはずはない。まさか。報告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に。
動きは見られません。何か考えはある？林秋燕は我々の意図に気づいて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は今の状況を見ていてる？そうでもありません。以前自分が林秋燕が必ず工場を襲うと考えていたのは浄化のためのものだと思ったからです。しかしもし彼女に浄化を説得するだけの理由があればそんな行動しなくてもいい。その理由とは我々の意図に気づいたということ、もしくは疑惑だけでも十分です。今晩はもう見張っていなくていいわ。ただし一人たりとも気を緩めてはいけないわよ。はい。たとえ異常がなくても油断しないようにしなさい。はい。老板，您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谢谢。上海那边林秋燕的行动是不是很不顺利？对。基地的准确位置查到了吗？查到了。那为什么还不行动？因为林秋燕认为鉴于南京基地被毁，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查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查到了上海基地的位置，现在贸然行动等于送死。林秋燕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是啊，他们的行动非常危险。我相信他能够完成任务。任务必须完成，关键是代价。明白。说一说你这边的情况吧。我回来了。怎么样？我今天一共去了五个地方，其中有一栋闲置的办公楼非常可疑。说说看。这栋办公楼居然在大量的排出废水。藤原纪子新的印钞基地应该就在你说的这栋办公楼里。我也这么认为。说说周围的环境吧。好，志伟，帮忙拿一下纸和笔。一切都照您的吩咐安排好了。丁队长辛苦了。您太客气了，这些都是卑职应该做的。您对这儿有什么感觉？雅致，真的是太雅致了。特别是您这身装束，身在其中，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呀。每当我来到这儿，都会让我想起木斋阁下。
确定防务兵力的总量吗？目前还不能确定。你们这边行动一共多少人？17个人。也就是说，等林秋燕跟我们会合，也才只有22人。是的。又是一次代价巨大的行动。都这会儿了，周通怎么还没回来？我出去看看吧。看什么看呀？你又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肯定是有别的行动了。别的行动？他能有什么行动？一定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行动。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就分头去找，但1小时之后必须返回。是是。走。你怎么在这儿？不，别！你在说什么呢？队长是个连家都不敢回的人，除了执行任务都在76号。没想到，终于还是让我找到了一个机会。老弟，不，大哥，周大哥，你看在往日我们的情分上，你就放兄弟一马，啊？你怎么不带他回76号比划？那多安全啊！哎，明白。下回一定，下回一定。没有下回了。我是不会杀你的，我叫周彤。你可以马上打电话。我不敢。去报案吧，不然我不杀你，还是会有人要你的命。为什么擅自单独行动？我想转移藤原纪子的视线。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擅自行动。我怕你会阻拦我。怕阻拦就可以擅自行动了吗？我错了。转移视线可以用其他方法。刺杀丁立业的危险性，你充分考虑了吗？你考虑过吗？是考虑过其他途径，但杀掉丁立业是最刺激藤原纪子的方法。我还可以信任你。什么意思啊？你如果想到什么就自己擅自行动的话，你可以走。我保证下不为例。姐，要不然这事就算了，
你再给周通一次机会啊。是啊，他毕竟干掉了丁立业。多说什么也没有意义。我只希望我们战友之间可以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明白。都早点休息吧。我今天还有个意外收获，我查到了藤原纪子的住处。具体位置？你现在就去吗？是，但今天不会行动。はこの絵がお好きなようですね。そうかしら。ずいぶん長く眺めてらっしゃる。見てる間も優しい表情され、口元も笑っておられます。きっと嬉しいのだろうと。確かにその通り。優しく細かい筆遣いで人物は生きているように描かれている。魅力あふれる絵だわ。公園さんの図の解読が終わったら、もっとたくさん宝が見れるでしょう。報告。どうぞ。報告いたします。76号に異変あり。何？DNAが死亡です。誰がやったの？ジョートンです。藤原大佐，不必客气。我想，我们还是少些寒暄，直接说事情吧。我很赞赏苏小姐的风格。苏小姐亲自造访，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周先生有新的指示吗？周先生得知丁立业被杀的消息后，非常的气愤。完全能够体会到周先生的心情。他现在的压力很大，军统分子如此的猖狂，这将是会对新政府每一个人的威慑。的确会是这样。周先生希望能有一个详细的防护计划和打击军统的行动计划。好的，我会马上安排拟定。这个行动计划绝不是只针对刺杀丁立业凶手的，而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计划。明白，请转告周先生。我定会全力以赴。谢谢。血样的检测结果显示，基地的位置的确在王尔说的那栋办公楼里。我认为应该立刻行动。是啊，藤原纪子一定还在丁立业被杀的镇里。而且你不是说他一定会在大通纺织厂布网等我们吗？你说的没错，你们的提议也是对的，但我想计划的再周密些。你是在计划摧毁基地后的行动？是的。真有您的，这种地方都让你找到了。
你不是也一样吗？你在跟踪藤原纪子？没有，找到一个他需要的人。那个顾荣生。对。今天还不是动手的时候，他的后院也来了。好，今天就听你的。但下次动手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走吧。算是答应了吗？不算，我还需要点时间考虑一下。好，那就到我那儿坐坐，占用你点时间。我想知道你的结果。什么？好吧。麻烦你转达徐先生，明天中午我再来见他。好的，您慢走。再会。慢走。我还是去找找秋妍吧。等等，他说了，今晚不行动。虽然他说不行动，但万一要出什么意外呢？呸！我们还是出去找找吧。我去藤原纪子的住处，你去大和洋行，你去凡尔赛西餐厅。他在这三个地方的可能性最大。好，好。なんて狡猾な奴ら。どうしました？見てみなさい。国際諜報団を摘発？敵の工作員は首相の個人秘書だった。ありえないでしょ。首相のそばならどんな情報でも手に入るわ。そうです。しかも最高幹部を疑う人はまずいない。ものすごく創意のある作戦ね。諜報工作をここまで高められるとは。もう相手を尊敬せざるを得ないわ。諜報団の中心は東京にある。しかし受け取りは中国でしょう。強烈な予感がする。情報受け取りは上海。私たちのそばよ。しかし。これはとてつもなく得難い機会だと思うわ。
之前听子墨说过，这些年你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我。谢谢。自己家的孩子走丢了，做父母的怎么能不着急？我们都希望你能尽早回归这个大家庭当中。既然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想要报仇，想要让日本人血债血偿，但是得用气氛，是不可能拯救那些像你一样的中国人。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只有真正认识到信仰共产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林秋燕同志，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那袭击印钞基地的行动可否实施？可以，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冬青出事了，德国记者佐尔格的身份已经暴露。佐尔格，消息确切吗？确切，从周福海办公室传来的。日本方面称之为国际谍报团案件。国际谍报团破获德国进攻苏联提前密报给莫斯科的就是佐尔格，并且特高科在调查整个案件的时候竟然发现首相的亲近顾问竟在暗中协助佐尔格维系修饰。是的，形势非常严峻，特高科会彻查此事，上海会首当其冲。谢谢。掌握的情报很可能是日本人故意泄露给我们的。你是说这是一个陷阱？是，所以我请求立即停止这次行动。我会立刻跟处所请示，在得到明确答复之前，你们继续调查。是。这个国际谍报团应该就是佐藤秀忠所说的东京小组。国际谍报团已经导致近卫下台，内阁改组，东条英机已经继任了日本首相。那他们应该马上会查到上海。所以佐藤秀忠必须立刻转移。我现在马上去通知佐藤秀忠。
嘿嘿，你今天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昨天晚上遇到什么事儿了？ 欲将轻骑出，大雪满弓刀。我决定今晚袭击应朝基地。东京小组已经暴露了，你必须马上撤离。我做的事情。 你做不了，做不做得了，只有做过才知道。我不是说你的能力问题，是你的消息来源不高。我清楚，但是你随时有可能被捕，这么坚持下去还有意义吗？据我判断，东京小组虽然被捕，却不会叛变。我应该还有一些时间。 时间这么短，你还能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我刚从满铁的渠道获得消息，从日本来的轮船都是空载。返回日本时，却装满了关东军的士兵。关东军确实是在演习，但演习的科目并不是陆地进攻，而是抢滩登岛。所谓的关特演，只不过是在演戏。 是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我从美日简报中看到，日美谈判将于11月结束，日军将适时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日本将在下月初展开战略空袭。所以，目前这点有限的时间，对我们是非常珍贵的。 我清楚，只是放心吧，我已经有目标了。那好吧，我会让魏大红全天候守在你周围。没这个必要吧？有没有必要，我说了算。好吧，谢谢。2个小时以后，有合适的见面地点吗？ 凡尔赛西餐厅，我约了日本海军方面的朋友，15分钟后见面。我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情况，希望能够帮助我做出判断。一定要谨慎。放心吧。